大家好，我是巧手女工编织坊的房主。我们今天来教大家学习一下我们家这一款，嗯，可爱兔的啊，这个可爱兔的这个呃编织方法啊，也可以叫幸运兔，可以叫可爱兔，就是这种小兔子的编织方法，只是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而已。然后我们这款鞋子怎嗯怎么编，呃，所要用到的哪些材料，我们这边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边用的是三燕的十一号针，三燕的十一号针啊。 用的线是我们家的这款娇兰的金丝线，就是娇兰牌的这款金丝线啊，其他的就是娇兰的那个其他的那种 A B 线也都是可以的啊。这款线的颜色就这种娇兰的毛线啊，颜色很鲜艳的，而且不会起球，也不会褪色的，会起球也不会褪色啊。我们这边用的是这款金丝线大红色，金丝线大红色和这个我们这个用的这个金丝的这个嗯小鸡黄的。 我们这个娇兰毛线啊，很多客户在我们家买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标签？我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毛线的话，买就是进回来的时候，毛线都是一捆，都是五两，它是一捆上面只带一个标签，不是说每一两上面都有标签啊，不是说每一两上面都有标签。你看这个一捆是五两，五两上面都会带一个标签，但是不是每一两都有，所以有的客户他买了一两、二两回去，我们都是把它拆下来，然后卷卷的二两，然后再寄过去，不是说每一两上面都带的啊。 然后我们所要用到的这个海绵，是我们家的这一款紫红色绒布的这款，啊，比较比较好一点的啊，比较好一点的这种海绵内胆啊，这个内胆上起来不容易变形，而且保暖性很强的。 保暖性很强，而且这个很耐脏，不容易弄脏啊。像冬天你穿完了洗了之后，你可以直接放洗衣机里洗一下，也不用也不需要用刷子刷，因为它它很耐脏，看不出来，就是说会脏掉或是干嘛。特别是里子这个这一面，就是直接是挨着鞋面的，这个都不用管它的啊。这个就是因为挨着这一块这个鞋面的这个地方，你你也肯定不会弄脏的。就是说这个里子是这个里面，你有时候穿的时候可能容易弄脏，但是这个也不用刷子刷，直接放洗衣机,机洗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到的鞋底是这款恒，我们家现在的这款恒逸的啊，恒逸的这个橡胶的防滑鞋底，这个底子是用的那种，就是螺螺纹的螺纹状态的，就比较防滑的啊，这款的鞋底。然后我们嗯织的时候。 这边用线织啊，都是用的两股线织，不是单股的啊。我们没有单股的，不要来问我说你们家这个单股的怎么织，怎么起针，我们这边没有啊，所以我也不好提供给你。如果你要按照我们家的来织，尽量就是按照我们家视频里面提出的要求，就是这种这款中粗线双股的来织，就是你你买线买回去一支或两支的那种的，把它绕成两股线，把它绕成两股啊，然后两股来织。这个小鸡黄的这个也是也是两股的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也是用两股的来织的，就这样子的啊，两股的来织。然后我们这边来起针啊，教大家起针。呃，我们这款就是现目前就是这款视频里面来教大家织的是这款二十一、二十二码的，是四五岁小孩穿的，四五岁小孩穿的啊。我们这边录视频都是录的小孩的，不录大人的，因为小孩的视频录起来快，不像大人的织的时候时间耗的比较长，所以录视频也比较长，所以我们录的小孩的啊。 大家如果要织其他的码数，嗯，要起针啊什么，然后就去微信上面，手机微信上面关注我们家的微信公众号“巧手女工”的全拼，“巧手女工”的全拼啊。如果你实在不知道，就去淘宝店铺“巧手女工编织坊”来找我们的客服，客服会告诉你怎么关注的啊。然后我们现在这边来教大家起针，起针就是拿两根针啊，这个针不是材料包里面配的啊，这个针是需要自己拍的，我们材料包里面是不配的啊，你不拍是里面是没有的啊。 如果家里有就不需要了，跟我们家这个针一样的三叶的十一号针就不需要拍。然后我们这边织二十一、二十二码的起针是起二十二针，起二十二针啊。我们教大家来怎么起针，就是用了这种绕线的方法啊，绕线起针法，就是你把这个线留长一点。如果你要大码的起针，留的要更长一点啊，不要怕浪费，你要不然你到时候起线不够，你更麻烦了。然后就这样子啊，把线就是挂到手上两边。 就这样子啊，两根线挂到手上，然后把这个针这样放到这个线放到这个针上面，就这样子啊。看好了，这样绕上来，就从这样啊。看好了，看清楚一点，从这个地方把这一根线挑起来，然后绕到这边，把这个线，然后再从这个洞里面拉出来，这就是起了一针。再来一遍，这个线这样挂到手上，然后这样弄起来，然后从这个地方。 绕出来，然后这样啊，这、就是又起了一针，再来一遍。好，这样绕，然后这边右边的这个手，这样拉出来，拉紧了啊。再来一遍，线这样放好，然后绕手弄弄上来，就是外面的这一根线啊，外面的这根线挂到这个针上面，然后把右边右就是这边这只手的这个线，从这个洞里面这样穿出来。 就起了一针，这个就是绕线的起针方法啊。还有一针还有一种的起针方法是什么？大家可以直接打一个活结，打一个活结，然后把针套，就是这个针套上去，就是这这个这种就是织针的起针方法啊。你就直接这样起针。这两种的我都教一下啊。有的人他那种绕线他不会，就是挂一个线，然后把针穿进去，然后把它直接拉出来，不要放下啊，就直接挂到这个上面，这边就起了一针。 然后再来一个，这边起了一针，就是直接你把字拉出来之后，然后直接套到针上面啊，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子的啊，就这样起针啊。因为有的就是有的有的起不是新手，老手织的话，你随便你自己想怎么起针都可以啊。但是我们这个针对的是新手的视频教程，有的新手他是真的不懂，他看也看不懂的，他学也学不会，所以你教的时候你只能多种教他。 就这样啊，这样起针，这样子啊，把线弄上去。这个总共是起二十二针，这个二十一、二十二码的是起二十二针。大家这样啊，把这个针这样穿进去。大家就按照我这两种方法，随便你哪种方法把这个针起好，起二十二针。其他的码数，去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有其他的码数针数表。 我们这边是按照那个绕针的，就是手指绕的啊，那个起针方法起的，起了二十二针。大家就是起好之后自己可以数一下啊，我们这边起了二十二针。然后我们现在来织这边的这个这个第一针啊，起针的第这个第一针是要织的，我们把它织过来。然后现在后面所有的织法很简单，全都是平针的织法，全都是平针啊。如果你说连平针都不会的话，我建议你就先不要学织鞋，你可以先去把这个基础的针法学会了。 你别告诉我，说我从来没织过，我是新手，我能不能织这个？你能不能织？我也不知道。你要去自己学，你把简单的平针，就是这种基础的这种平针的织法，你学会了，你这个织鞋肯定就很简单的。只要以前拿过针的，织过其他的，织过其他东西的那种，就是手套呀、围巾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鞋子也对他们来说应该也是很简单的，很容易学的。这个平针很简单。 这个第一次起针的时候，我习惯性的喜欢把针从下面穿啊，正常是从上面穿的。好，这个第一行织完，这个织过去是一行啊，从这头织到那头是一行，然后再从这头织回来又是一行，就是一个来回的意思。一个来回就是两行，两行一来一回。然后我们现在织到反面了啊，织到反面，反面的这个第一针怎么织？大家看好了啊，我们把这个针放到线下面。 然后把针穿到这个里面来，不要织它啊，不要织它，这样反过来把它放下，从针上放下来，把它绕下去。这个第一针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把要把它弄成辫子的形式，弄成辫子的形式，到时候你缝这个斜口啊，这边是斜口的地方，缝斜口，缝斜口的时候好缝，缝的好看。 有的人非要说，我不会这个，我可不可以就直接织它？织它也是可以的。我只是教了大家一种方法，弄成这样子缝鞋口更好看。这边又织回去啊，织平针。其实我们这款鞋子的织法跟我们家那个零基础的中帮棉鞋的织法就一样的啊，只是鞋头那个嗯兔子的这个形状的这个地方处理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到时候会着重讲一下那边的。好，这个一个来回织完了，大家看一下，大家会有很多人会问我，这个一个来回怎么算？这个最底下的这一个不算啊，这个不算一个来回，是从这个上面的这一排搓板针开始算，这个搓板针的地方。然后做正面织的时候，织第二个来回的时候啊，这个第一针就直接挑下来啊、嗯，这边从这个第一针直接挑下来，不要织它。 跟这边的这个辫子、这个斜口这个地方不一样啊，这边是直接挑下来不织，继续织后面的，还是织平针。我这边就不慢慢的就是很慢的这种演示啊，这个平针很简单，我就织的比较快，要不然这个视频录的特别长。 好，最后一针直接织过来。好，这一行第二个来回的第一行又织完了，我们再反过来织到反面，反面，然后这个第一针还是一样的，挑过来，挑过来，然后把线绕下去，这样啊，第一针不要织，然后我们下面继续织平针。 好，第二个来回也织完了，大家看一下啊，这边就两个来回，一个来回，两个来回。好，大家看一下这个边上就是斜口的这个边上就是小辫子的小辫子的形式，到时候缝的时候好看。第三个来回还是一样的啊，继续第一针不织，挑下来织下面的，下面的继续全部都是织平针，大家就按照我这个方法把这个后跟织完，后跟织完了之后，然后我们来织侧面，侧面就要开始加针了。 要加针又要丢针，到时候那边会详细讲解。我这个后跟就不全部跟大家一起织完啊，大家按照我这个方法织就可以了。不管是说你要织小孩的还是织大人的，织法都是一样。有的人就是说你录视频录的小孩的为什么不录大人的？我要每个码数录一遍，那我这个视频的录录很多了啊。这个因为每一款的织法，这个第一针啊织成辫绕成辫子的，这个每一款的织法。 不同的码数织的方法都是大同小异的啊，都是一样的，只是说你稍微要注意的是以每个码数你要织的码数起多少针，起多少针的问题啊。好，第三个来回织完，下面剩余的。 剩余的后跟的这个，大家我就不跟着大家一起织，大家就按照我这个方法把这个后面的后跟继续织完，织完了之后，然后我们来教大家织这个鞋的这个侧面加针跟丢针的方法啊，大家就按照我这个方法把后跟织完。我们这边十四个来回织好了，看我们数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按照我这个上面数，最后一行这就是一开始的这个最下面的这一个啊，不算啊，这个起针的这个不算，是从这边开始数这个地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个来回啊，十四个来回。现在我们开始来织这个侧面，侧面要开始加针了啊！一边加针一边丢针，大家视频要听清楚了，怎么加针怎么丢针，头尾四针丢，中间两针两针的丢是什么意思呀、啊？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加针怎么加针怎么加，把针压到把针压到线上面。 把针压到线上面，这样绕一下，这样看好了啊，这样绕一下，然后这个绕着这一针织的时候，小心啊，不要掉下来了。然后绕过之后，然后这个第一针织过来，你看现在针上是两针了，这个就是这样加针，后面继续织平针，织到最后剩下四针不要织啊，织到最后剩下四针不要织、啊。 头尾丢四针，就是，就是这个尾部这个，就是就是一开始这个尾部这个地方啊，四针不要织，到最后织到剩下四针的时候也不要织，就是这个意思。中间都是两针两针的丢，看一下啊，这边剩下四针，一二三四，看好了啊，这边是加针的这一边，这边是丢的这一边，一二三四，这个四针织到这边就不要织了，我们把它反过来放到反面，看好了啊，放到反面。 反面，然后这个第一针挑下来，不要织它。你如果织的话，你到时候织过来的时候，这边会有一个洞，知道吧？这边第一针挑下来不要织，然后继续往回织平针。我这个小码的是这样子丢针，大码的也是一样啊，头尾丢四针，中间两针两针的丢。有的那个四十二码以上的，可能是头尾丢五针，但是中间还是两针两针的丢。 大家好多人就不懂，看不懂说，说你看不懂就把视频多看几遍，视频里面讲的很详细。好，这个加的这一针啊，这个加的这一针不要直接这样织啊，不要直接这样织，从这个下面织。你直接这样织的话会有洞，从这个下面这样织，把它织过来。好，这个第一第一个来回就织好了啊，加针加丢针都织好了。第二个是第二个，是一样的啊，把针放到上面，针放到上面。 绕一下，每次到正面来的时候都要加针，记得啊，不要忘记了。好看好了啊，这边加一针，然后这个第一针直接织。好多人他问我说，这个加针加丢针，最后针上的总针数是多少针？这个我们没有算过啊，没有总针数。你只要按照我这个方法，每次到正面加针丢针，一开始的头部这个地方是丢四针，中间都是两针两针两针的丢就可以了，丢到最后剩下四针。 我们这个现在是织兔子花啊，我这边讲一下，织兔子花，小孩的儿童款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你一边加针一边丢针，丢到这个针上，最后就是，呃剩十一针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换黄线了，换黄线织这个兔子的，大人的这个，大人的这个是一边加针一边丢针，这边是剩十五针，剩十五针的时候换绿线继续加针丢针啊，这个地方要记得。 记得换线啊！我们这边到时候知道那个位置的时候，到时候跟大家详细讲。好看一下啊！现在又是剩下两针了，这个四针是一开始的四针，然后现在又丢两针，中间每次中间的都是两针两针的丢，不要记错了。 这个四针是另外的啊，这个两针是现在开始丢的，这一行开始丢的。然后我们继续到反面来，继续到反面，看好了啊，继续到反面。然后这个第一针还是挑下来不织。 好，这个加的这一针还是这样织啊，织下面的这个，直接织过来，从下面织啊，不要直接织，直接织会有洞。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织，把线放上去，这个针放到线上面绕一下，加针，然后第一针直接织过来。 好，这边不要织过了啊，这边又是丢两针。大家这个丢针一定要记得是偶数嘛？你看这边是丢四针，这边两针，然后再回来又是两针。其实你这个丢过针的地方，你是能看得出来的。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孔，你能看得清楚。有的人他同一个颜色，他在织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哪边是丢了，哪边是没丢。大家看一下啊，这边又两针，然后再反过来，反过来第一针不织。 然后继续往回织。好，这个针从这边穿过去，还是同样的方法啊，加针。 好，这边又丢两针，看一下啊，这个两针又丢掉，然后再翻过来，第一针挑下来不织，然后往回织。好，这个加的这一针织下来，从下面织过来。 好，大家就按照我这个方法啊，一直加，一直丢，丢到最后针上最后一个丢的时候，就是丢到针上剩下这个，就是不包括不包括这个丢的这个针啊，就是这边的这个针数，这边的这个针数是十一针的时候，我们就要换线了啊。大家一边织的时候一边数好，大家按照这个方法织。我们现在织到这边啊，是是十二针。 但是我们现在再织一个，来回丢一次，就是十一针了，我们就要开始换线。大家看看好了、啊，这个丢针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很明显的啊，这边都有一个小洞，然后我们再丢一次是在丢这边。好，第加针绕上去，三针，看啊，数好了，四针、五针、六针、七针、八针、九针。 十针，十一针，正好这边十一针啊，然后这个两针是丢掉的，这个两针是丢掉的啊，就是这一次包不包括这个丢掉的针，这边的针织过来，就这边加过针之后，然后知道这边丢掉的这两针，这个针上的针是十一针的时候，我们再把它织回来就换线织了。大人的是十五针啊，大人是，嗯，这边织完了加了一针，然后这边丢掉两针，这个针上是十五针的时候再织回来再换线，就这样子的啊。 好，看一下我们这边现在十一针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针。好，第一针挑下来不织，第一针挑下来不织啊，然后织过去。好，这个加的这一针织到下面，就这样啊。好，我们这边现在是十一针了。 十一针，我们现在记得换线啊！现在来换黄色的线，黄色的线怎么换？就是我们这边打一个结啊，换的时候也要是要加针的，所以这一加的这一针，我们把它打一个结，看好了啊，打一个小结，然后拿这个针把它穿上去，把它穿到上面，然后这个就是加的这一针啊。这个红色的线就放到这边就可以了，然后直接用针把它织过来，把这个黄色线压着。 十几织啊，这边这一这个套上去的这一针就是算加了一针了啊。好，把它拉紧一点。还是要丢针的啊，这边还是要丢针的。好，这个这边的两针继续丢掉。现在针上是十针，二四六八十，加一针，丢掉两针就少一针嘛，就是这样子的啊。 好，再反过来，第一针挑下来不织，然后我们把它全部都织过去。小孩的，就是我们家十七、十八码到二十三、二十四码的这个码数，都是留的十一针；三十六码以上的就留三十六码以上的就留十五针。其实三十六码也算是小孩穿的啊，小孩穿的码，但是三十六码以上的都是留十五针。 好，这个红线就不要织了，我们现在都来织黄线了啊！不要弄错了，就这边加针，继续加，绕一下，然后第一针织过来。好，这个红线拉紧了。好，加一针，织到这边，继续丢针，还是两针丢掉？这个黄色的两针丢掉，然后再反过来织。 加的这一针还是这样织过去啊，还是这样子的，然后继续这边的，只是换线换了个线，然后织法都是一样的，也是加针，然后丢针，中间两针的丢，好，加一针织过去。好，这边两针继续丢掉，这边两针丢掉啊，不要织它，然后再反过来织，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拿剪刀把这个红线剪掉，红线后面用不到，是斜背的时候再重新接线。好，把它剪掉，然后把这个黄线跟这个红线系一下，系起来啊，就这样。好，我们继续加针。好，这边两针再丢掉啊。 两针再丢掉，然后再反过来织，继续加针。好，这边两针再丢掉，再反过来。 加的这一针从下面织，好，再丢掉。还有最后一次啊，因为这边刚刚是剩的五针。 我们再加一针，丢掉两针，就是四针了啊！针放上去，然后织过来。好，这边四针大家看，一二三四，这边的两针是要丢掉的，这个两针是要丢掉的，然后再反过来织，反过来织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加针丢针就是织完了啊，这个就是头尾。 丢四针，中间两针两针的丢法，就是头，就是这边一开始这个头部这个地方是丢四针，中间都是两针两针的丢，然后织到最后这边剩下四针了，我们就直接全部织过来，就不要织了，就是织完了啊。你看一下我们这个侧面就是这样织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边特别重要。 因为到时候会关系到这边的这个换线的这个啊，所以大家在听这边的时候听仔细一点。你把这边不是全部都织完了吗？织完了之后，你看一下这个换线的地方，这边是总共是系了织了几个来回，数这个黄色的线，你看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加上这个四针的这个是七个啊，这边是七个来回，这边换线是织了七个来回，然后我们在这边织的时候也要织七个来回过去之后，然后就换红色的线，大家记好了啊。 这边是织了几个来回换线，织了几个来回，我们这边在另外一边收侧面的时候也要织几个来回，然后换线啊。所以大家这边要听，要一定要记住，你织完了要数一下，记在心里。好，我们现在来织这个斜背，织这个地方啊，织这一块，然后这边这个小兔子的这个地方啊。好，我们现在开始来织斜背啊，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黄线。 换完线，织完了是多少针？我们这边数一下啊，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针，十六针。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啊，这边十六针。所以我们这边织到这边的时候十六针，织这个上面的时候加十针，儿童的加十针，就黄色线再织十针过来。然后大人的是织十三针。 到时候这个我们有那个图解啊，到时候去我们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手机微信里面搜索《巧手女工》的全拼，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图解，到时候在那个公众号。